嗯，嘣嘣嘣嘣嘣嘣嘣，我到垃圾区。哟，怎么回事啊？对呀，有汤啊，它就会掉啊。怎么又漏了呢？干啥你又？套2层。那就是这样，没办法。电脑，double 的生活会造成多么大的浪费？哎，待会儿你出来关灯是吧？哎呀，你这还用得着你操心吗？真是，你是怎么当这个领导的呀？你会不会当领导啊？不会。对呀，你这事必躬亲是不行的。我们要去那个外边坐一下吗？可以，咱们就走吧。从现在这儿就可以过去。走，罗曼蒂克是吗？这叫什么罗曼蒂克？罗曼蒂克诞生。OK， 记得。来，我看一下这个现在这个拍出来的效果怎么样？快过来，我给你拍一段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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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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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我有没有很像苏菲玛索？那当然了。这边是梅丽尔·斯特里普。伊莎贝尔·于贝尔，看我的，真的很棒。哟哟哟哟，怎么回事？哟哟哟哟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 ？Why？哇，够重的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拍那个树叶特漂亮。对，我会从树叶摇到你，你就往前看就行了。往前看。你觉得这是什么星？这就是那个太白金星嘛。太白金星。你这就是胡扯。西游记北斗星，所以这有一颗星，它有。你看到那上面有一块云了没有？看吗？天空是黑的，但云是白的。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, shadows on the hills.走吧，我觉得有点冷，真的。你看，大风，你看，好不容易这么浪漫一下，觉得吧？我说大风，我说大风来了，我说大风来了，你不信，快走，大风来了，快走。Thank you.
装东西吧，去月子中心。哦。突然感觉好舍不得。你别，我来弄。哦。第五。不行，你没扣好。怎么回事？你别，那。这样是可以盖得死的，是你的问题，不是那个的问题。你这样是松的，你看得拉紧。呀，你去忙你的好吗？没得忙了。嗯，那你不要在这儿有什么哈。你别，我来弄。对，可以啊。你去吧，跟他们话别去吧。拜拜。嗯，来来，给我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好舍不得。哇，都没给房子道个别，再见。箱子还在里头呢。哎呀，小鱼儿，我们走了，再见，跟花花草草道个别，拜拜。哇，坐，再坐会儿。你知道俄罗斯人是怎么回事吗？俄罗斯人每次比如说搬家或者是要旅行或者离开哪个地方之前，所有东西都弄好了之后啊，他们必须要在那儿坐一会儿。我觉得就是你说的那个，就是他们在跟这个地方或者是在什么的有一个再见或者什么的，就是在契诃夫的戏里边就有了，樱桃园，那个樱桃园的结尾就是这样，大家都在箱子都打好了，坐在箱子上在那安静，每安静三分钟，就用你的心灵在跟这靠山屯说话，静静的待在这儿。老公，来首诗呗。临别的诗。靠山屯下，靠山居。靠山居里，靠山人。靠山人里，你和我。你和我来，游靠山。好吗 ？OK，OK， 非常 OK， 非常好，这首诗好吗？那咱们是不是可以，走吧。突然感觉好舍不得，除了这里苍蝇多了之外，其他的都非常非常的好。但是呢，说不定我也很怀念这里的苍蝇。苍蝇，没关系，它不会咬你的。圆瓣黄瓜怎么会削皮呢？这根本不可能削皮，要削皮干嘛？那家里不都削皮了吗？你不都吃了吗？你看人家胡巴，翘二郎腿在那睡的，佛系的。老公，嗯，你觉得什么是幸福？老公，你可不可以表演一个摘花花 ？OK， 靠山屯，再见，然后再最后一次歌唱你。怎么唱的？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，邻里乡亲很和睦，老少爷们更合群。唱一起唱到乡亲。满载一圈一圈星辉的星辉。